当商文英雄斗出六剑不要钱的无尽战刃，虽然道理我都懂，但这样的出场我司马懿当场退役。难道我就不退役了吗？那么在这么离谱并且扯淡的规则之下，玄策能否打得过嫦娥呢？好的，擂台开始。众所周知，嫦娥不生一技能，那么他的平 A 就是物理伤害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嫦娥已经生了一技能。生了一技能的嫦娥再出五金战刃，不能说没用，简直就是一点用都没有。接下来恋爱和战斗都要勇往直前的露娜登场。露娜上来就控大，不过还好带走了玄策。看好了，一起疯狂输出，疯狂输出。随后墨子登场。话说对面为什么这么多法师英雄啊？位可以看到，这个墨子一上来就控大，应该没有比墨子更下饭的吧。雕虫小技而已啊！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。你以为连续控两个大招已经是极限了吗？不，还有。我来，黑手。行吧，看到你们的操作，我一个下饭主播都自愧不如。随后后羿开着弱化带走了狄仁杰，阿离紧随其后带走了后羿。这么有操作的阿离，那就奖励他一个敖影吧。话说这把我好像还没上场。